王宝强终于有结婚对象了，原来是这位女星，条件简直比前妻马蓉好多了。网友爆了王宝强疑似近日要结婚了，看他们小两口恩爱的模样，真是让人倍感欣慰。自经历了前妻马蓉出轨的闹剧后，宝宝也在慢慢重拾往日的事业，积极生活。而女方熊乃瑾温暖大气，笑起来也是超甜美啊。看到这里，我们很多人不由得想起了马蓉，这位出轨女王，那么她现在的生活状况是怎样的呢？小编还是让网友们去猜吧。